他确实不简单，确实不简单。哎呦，老先生，恭喜你七十大寿啊！哎，咱不来这规矩，一个小小的生日，何必遵循全朝遗老的旧习俗呢？老先生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呢，就是我和你提起的何英小姐，本公司的公关部经理啊。您好，给您祝寿了。小老乡，好好好，今天你是我最重要的特殊嘉宾，来，请吧。好，随便一酒水。啊，等我们里边走啊。哦，周老板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我给你介绍。周老板，你好，这位是周老板，周太太。你怎么来迟了？有事给耽误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永远年轻。谢谢。这是我公司的两位员工，杨恋小姐。祝您生日快乐。夏月小姐。祝您生日快乐。谢谢，谢谢。我们都要去参加。对对对，没错，肯定去。老婆，今天气色很不错。杨恋，夏月。对不起，副总，那边有一个朋友过去。啊，你们去吧，你们去吧。对不起。怎么样？这次回国感觉好吗？变化挺大呀。呀，你真是今非昔比了。嗯。你们怎么也来了？老板说今天是船王的生日，所以我们就来了，主要是工作嘛。哦。还有吧，关键是知道你要来，否则我们就不来了。是吗？是。哦，对了，阿文今天给我打电话说，他今晚上也来。真的？啊，说是今晚上有事重要。呀，真的，太棒了！我们四个怎么在这儿凑齐了？就是，这就叫人生何处不相逢嘛。嗯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？你瞧何一现在。公司女秘书的朋友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我听说你的女秘书和我公司的公关部经理何英关系很好。
还是患难之交。对对对，而且何英我也认识。是吗？你要是认识，那我可就要当心喽。不然的话，你高薪把我的人聘走，那我可就没办法喽。现在肯定不会，以后就很难说了。生日晚会，我感到非常的荣幸。另外还有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要告诉大家，那就是我在这里遇见了一位告别歌坛多年的著名女歌手，也是我刚刚结识不久的一个朋友，她就是杨烈小姐。现在我们就请杨烈小姐为我们大家唱一首歌，有请杨烈。不能问去。姐，我太冒昧了，不过上次多谢你救了我，我真的很感激你，我一直希望能跟你交朋友。谢谢你向大家介绍我，我想我们一定会成为朋友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薇薇小姐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演唱了，既然薇薇小姐一定要我为大家演唱一首，那我就把曾经在一家歌厅演唱了一半的歌曲《纸船》献给各位，并祝愿老船王百年高寿。
这土的老大一般几点回来？有时候半夜三四点钟才能回来。那么他这几天是天天回来吗？天天回来。有时候还和一个叫赵长茂的男人，带着一个叫凤姐的女人回来打麻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叫雪片的浪荡女人。雪片。哎，好，坐坐坐，情况怎么样？人都埋伏好了，可这兔崽子一直不露面。除了这儿以外，他有什么其他落脚的地方？没有个准谱，他这里没有亲戚。哦，对了，很可能和凤子去打麻将去了。凤子？哪个凤子？听说住的河西，是做翡翠生意的。没错，前几天秃头老大和他那卖了几块老翡翠呢。这个凤子我知道。这么着，老王，这个点呢先别撤，我去找人到凤子家看看。好，好，哎，真放心，中，这里有我在。好，再见。好好，哎，再见。都住了好几宿了，怎么也没见你回去过一趟。嗨，瞎忙呗。哎，过几天我回去看你们，没事带你们到卡拉 OK 里玩一下啊。行，带谁都行。听说你和凤子的关系也不错。我以前和他一块在外国人的公寓里边一起做过事。我这次能进周任生的大公司，就是全靠他帮的忙。我跟他也挺熟的。哎，其实这个女人啊，心眼挺好，就是让那些有钱的男人给害的。怎么给害了？我看他过得挺好的。你哪知道？我跟你说啊，他现在给一个大款当青奴，那个大款呀，成天到处飞，把他一个人给扔在家里啊，他闲着没事干。不是办个 party 啊，就是约上几个男人打麻将。哎，何英，你在他那儿见过没见过一个？赵长茂偷的，真的？阿文的汽车丢了，这是真的。程姐也知道这件事情。
不用了，让他在里边扭吧，免得打搅他。夏月，嗯，麻烦你告诉我们老板一声，就说我，就说你拉肚子，下话我逼你会编。快走吧，你让坏蛋跑掉。走走走走走走。这也是你精心安排的。嗯，大家呢也是十分的捧场啊。来喝。王先生，您是哪年到的美国？前年。哦，副总，请你不要责怪我，我以前进监狱的事情，我会找一个比较恰当的时候详详细细地告诉你。现在我只需要你信任我。上次住院以后，谢谢你，我们不谈这个吧。我现在的心理压力比任何时候都大。我可以告诉你，那天晚上打你的那个，打扰你们了，先生，我能采访一下这位女歌手吗？刚才她唱的歌的确不同凡响。当然可以的，你们谈吧，正好我和老船王要谈一笔生意。谢谢你，杨莲，你来干什么？姐妹俩说话不能客气一点吗？自从你把我送进监狱之后，我们俩就没什么可谈的了。随你怎么说，我始终认为我当初的做法是正确的。爸爸在临死的时候紧紧地拉着我的手，一再叮嘱我说，一定要劝你回家，因为在空空的房子里面有咱们的妈妈在等你回来。是的，最近我是和汪小龙走得很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不想听。你不听我也要告诉你，当初我认为汪小龙和金海勇是一伙的，所以我要报复他。现在我知道真相了，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和金海勇堕入情网。你不要再说了。对不起，我该走了，主任约我来，我还没有尽完我的义务呢。啊，对了，刚
刚才你唱歌的时候，我给你照了两张照片，我会让小龙转交给你的。何英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应该不会，我只是让你上去看看房间里都有谁。我总觉得有些不大对劲儿。没有别的人选，只有他去最合适。嘘，注意听。糟了，何英被绑架了！肯定是他们从窗口看见我们了。立刻包围这栋楼！没我的命令，不许开枪！你也是个人物啊，跟他们警察还有交情，真他娘的倒霉！跟你偷了车，躲到这儿取会乐子吧，还把警察给找来了。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老师啊，听我胡说！怎么办？这事儿警察怎么办？还急着围城？啊，怎么办啊？别他妈闹，找死你们！闹，全他妈闹！现在闹大发了吧？全他妈完蛋！啊，不想活了。你看外面的警察全都提着枪，快把灯关了，再待一会儿他们谈条件。会不会是楼下打上来？要不那个小丫头片子姐，她警察的奸细，饶了我吧啊！哦，原来是你呀，赵长茂，认出他来了吗？他是谁啊？上回在迪厅，我
发给那个阿温，他当时和他在一起。这么说，你也是从大牢里放出来的？多悬呐！上次就是他给公安局打电话报的案。没关系，待会儿警察要是冲上来，先把他给扔下去。第四组撤下来，剩下三个组，虚张声势往里冲，放他跑。是是。老大，现在全是警察，咱们怎么办？对，老大，你先看着他，啊，我到外边看看情况。你小子别开溜啊！操，我往哪儿溜啊？外边全警察。行，你胆大，你去吧。我也去。你给我待着去吧，都别动，谁动我废了谁。要不是你，老子也不会陷在这儿。嗯嗯嗯嗯嗯。哎，你上哪去？找死啊！哎，我们是到这儿来搓麻的，以后赵成茂犯了什么事儿，我们可不知道啊。是啊，这犯了什么事儿？是啊，我们要认不投降。对对对，认不投降。认不投降去。走走走。我跟你说啊，要说这何英也真够鲁的，这一刀捅下去，哼，那秃头老大的脑袋就耷了下来。要说这小地方人狠起来，真够让人害怕的啊！死了？没有，送医院抢救。郑长茂呢？好了。怎么还跑啊？哎，要说人徐大志高就高在这，你想想。这楼前楼后都是端着微冲的警察，赵长茂能跑到哪儿去？徐大志一下令，警察自动让开一条道，赵长茂就跑了，俩便衣立马就跟上去。干嘛不把他抓起来啊？抓起来就行了。你倒痛快了，人家还办不办了？再说了，这赵长茂后边还挂着一个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要犯霍克呢。赵长茂也认识霍克？哦，以前怕你嘴漏，没敢跟你说。其实啊，这个霍克就是赵长茂背后的幕后总后台。你知道霍克是谁吗？毒贩子呗。霍克就是夏月以前的男朋友。啊！哎，我的妈呀！你们姐儿几个这关系可够复杂的啊！那没办法，谁让我们以前是犯人呢？受不了，受不了。进来。嗯，好的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那好，就这样。好的，再见。哎，何英啊，你干得好，干得好啊，何英，来这边坐。何英，公司决定重奖你，借此呢，来表彰你这种英勇机智的行为，啊！
我以为您叫我过来是为了处罚我呢。处罚？嗯。哎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啊，你是不是以为像我们这样的老板都是旧社会的资本家呀？啊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主要吧是上次在晚宴上，我不辞而别，对您是很不礼貌的。而且在晚宴上，我光顾着和朋友们谈天说笑了，没有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，没有照顾好那位老船王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你呀，你这个小娃娃，你可真会补后账。哎，哎，我告诉你吧，你陪老船王跳完舞以后啊，他对你是喜欢的不得了啊，非要认你做他的干女儿不可。我？这哪行啊？人家是东南亚的巨富，我呢，一个小小农村河边长大的鱼娃，我哪敢啊！哎，这钱财嘛是身外之物，人心可都是一样的。既然老船王有了这种想法，我是不希望你让他失望的。他毕竟也是70岁的人了。那我考虑考虑吧。那也好。啊，刚才啊，老船王还亲自打电话来说是要请你去吃晚饭，说有什么事情要和你当面商量商量。对了，还让你转告你的朋友凤子，让他一起也去。嗯，看来啊，你们的勇敢之举也叫老船王为之钦佩呀。啊，这消息怎么传来那么快啊？哎，你真的不知道啊，这报纸可是登了头版头条的。你可是为我们公司做了一个千金难买的大广告啊。哎，他们来了。哎，是。陈姐，你怎么也来做美容啊？我这张脸怎么美也不行啊！瞧您说的。我给你们带谁来了？要凤子姐。凤子，你怎么跟陈警官在一块儿啊？奇怪了，问问陈警官吧。进去说吧。
程明，有人找你。谁找我？一个小女孩。你也知道我接到这儿来了？你去吧，去吧。我知道了。是你找我吗？您就是陈管教吧？我叫尚小倩，是夏月的同学。我以前见过你，你到监狱里看过夏月对吧？是的。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这说话不方便，我们出去聊吧。无条件地答应他的要求，明天早晨就可以在合同上签字。啊，何燕儿，你们老板真会做生意，拿你打了一张漂亮的过手好牌。生意人嘛，凡事都讲交易二字。啊。